朝鲜半岛不平静，北韩21号晚间发射侦察卫星万里镜一号。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场观看卫星发射，声称卫星成功送入轨道，还表示不久的将来会发射多枚卫星。日韩强烈谴责，日本甚至在侦察到北韩发射火箭后，一度向冲绳民众发出 J Alert 警报。南韩军方则宣布，北韩发射的是军事侦察卫星，发射时程比北韩当局预告的提前了。南韩立刻进行反制措施，将暂停9.19军事协议部分内容，恢复韩朝边境周围的侦察和监视活动，以应对朝鲜发射卫星。南韩总统尹锡悦正好在英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，视讯会议掌握北韩挑衅行为。尹锡悦访问英国主要是庆祝英韩建交140年，英韩将签署协议，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。英国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亲自迎接，凯特一袭红色斗篷外套，非常亮眼。南韩最美第一夫人金建熙一身灰色长外套，典雅庄重。尹锡悦夫妇也与英王查尔斯一同观看阅兵仪式。晚间则被邀请出席白金汉宫国宴，韩流也袭入白金汉宫。女团 BLACKPINK 盛装出席，英王查尔斯演说时还特地点名他们，引发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